他喷水了，传说中的佛手了，就在这里。听说是王美必来的打卡圣地，还有一颗跟环球影城一样的球。我们现在在这次桃园国际机场准备出发，我们要去越南行，5天4夜，但是去工作啦。但这次去想记录一下我们的工作过程给你们看，那我们就等 check in 吧。我们要飞往岘港喽，准备登机啦。第一次坐这种飞机，好小台。早安，今天是第二天的一早，然后现在才刚起来，带你们看一下，原来我们房间外面是这么漂亮的地方，全部都是海景房。然后这边早上天气跟台湾其实差不多。那我们今天主要要去拍摄的就是饭店的外观，然后晚一点要去一个城市的地方看世界文化遗产，我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准备要下去了，4分钟后集合，工作吧。拍完才可以吃，老规矩。开始工作啦，小白现在去飞空拍，然后我现在准备要去拍一些比较动态的景，带给大家看一下。看，这里走出来就是海边，海边沙滩，然后进来呢，这就是我们住的饭店。这里过来就是他们的沙滩的位置。耶耶！一击命中！不行不行不行！耶！哇！哎哎哎哎哎哎！太夸张了！我是越南导游达人敦力软。OK， 我现在在饭店这里，然后找到一个超像刘青云的店员。If you anybody say you like him, yes, I know him. You know him? Yes. And many people say you like him. Many? Yeah. Same? 超像。Your English is so good. Very, okay. Very. You are cool. Thank you. Thank you. Nice to meet you. Bye bye. 他长相刘青云的好不好？可以看一下越南的街道，其实就长这样。然后他们喇叭也是不用钱的，就是按到爽。我现在到了这个以前他们的有点像紫禁城的地方。好，我们就来这里，城的外观好不好？跟它外观合照一下就可以走了。OK， 我们在这边街道跟台湾一样有点恐怖，超多车，沿途就像这样，真的非常危险，我觉得。Thank you。我们现在来到这边是拍摄，它是一个以皇上为主题的餐厅，所以它这边有一个厅堂，然后厅堂旁边就可以让你换成皇上的龙袍、龙卷啊、肉丸，还有很多的雕花。我们一整天就是一直拍，一直吃，一直拍，一直吃。终于归档完了，现在已经晚上12点半。每天都超晚睡的，然后我的行李也刚整理好，明天早上7点就要出发去巴拿山新的一个景点，也是拍一整天。晚安。这个点来到了巴拿山，我们都会在这边坐缆车，然后前往山顶。耶、yeah, ，我们要上缆车了，快点快点快点 ，Go！
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是巴拿山最有名的佛手步道，带你们看一下，我们佛手就在这里。我现在已经在山顶，我们想先前往另外一个法国小村看，车站已经到站。导游在法国城，下面都是外国人，他要教我们如何撩到韩国妹，大家想学起来就靠这一次了，仔细看。前轱辘不穿，后轱辘穿，是不是？哦，我来啊，我来，我看不下去，干嘛？啊，穿裤啊，换的，是不是？我个人觉得蛮推荐的，因为他上去。从下面上到上面的缆车，加上来回缆车好像就要1200台币吧，有点贵。但是上面超多超漂亮的法国的装饰的房子，还有一堆就是很漂亮的景点，真的值得啦，我觉得推荐。哦，我们已经拍了，这是早上今天行程的第二间饭店，我们现在在希尔顿。然后这间房间很酷，它是两个单人床之外，它竟然可以通到另外一间房间。这门开起来，这边是另外一间 king size 的单人房，超大。好了，所以我的工作就是来帮旅行社一直拍，一直拍饭店房型，一直开箱就对了，拍到我手真的快不行了。这里就是惠安啦、啊，惠安的古城。我们现在要挑战一个在这个越南惠安古镇上。跑步，跑步，对，对，然后想办法避过超多人，准备哦，3、2、1 ，Go！ 他们会把这个水灯放下去，然后轻轻的把它推出去，超漂亮。我们现在到了这个龙桥了，然后待会会等9点这边跳舞，在等9点会这边有一个喷火活动。为什么我会说跳舞？因为我们现在导游很嗨。龙头还狮头鱼尾，不是在新加坡吗？怎么越南有？哦，它喷水了！庆祝我们终于杀青了，耶 ！Cheers！OK！ 耶！终于拍完了，终于结束这5天的行程，每天超累但超爽，感谢，很高兴认识 Tony。Tony 软，哇，天哪，怎么了啊？冷死了，冷死了！哇，到台湾了。反正这几天的行程呢，我觉得很棒，就是边工作边拍摄的感觉，我觉得超好的，但是。很享受工作的过程，但说真的，其实拍摄当中都非常战战兢兢，因为你要一直在怕自己到底有没有拍不好，有没有漏拍什么，所以其实很享受，但是也很累啊。那有这种体验活动机会的话，其实我应该还是会去。好了，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啊，希望你喜欢我这支越南行的影片，我们下一集影片见，拜拜。